像六祖慧能，他在就是一下顿悟之后，然后一直到他涅槃之前这么多年，他是也是在改自己的毛病，在不断的在修行当中吗？对呀，对呀，连佛陀都在证悟当中啊。佛陀最早的时明候白，苦那也修就是啊，说我们苦明白修道七理之年，后，对呀，你说明白道理干明嘛？白道理之后，那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，就是慢慢的去改，对吧？并不是说明白道理，马上我第二天我就可以做到了。你明白道理为什么不能马上改啊？你一边明白一边改不可以的。啊，就是这个过程，他不可能说一下就改好了啊。对啦，只能说不会一下子改好，但是你一边学就一边必须要改。明白，你不要一改的话，你就是学没学好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愿意改也哎，不是特容易，就是，不是特容易，还是在改，明白了明吗？白，自己心中要明来白，改，你就不会坚持自己错误的己见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好了。